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洛城十八工商资讯中心，我是小林。佳节送礼送如意，那么送给主妇一把好炒锅是最合心意了。那么在坊间有这么多的炒锅，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来选择呢？一般市面上你所看的锅大部分都是铝锅加上铁氟龙的涂层，再来嘛就是不锈钢锅，甚至于还有一种陶瓷锅，它是把陶瓷磨粉以后涂上去的。但是这个锅呢，我们是常常听到客人的反应，两个月以后就掉了。这些锅都不是很理想，不锈钢锅很重，其他的锅呢你不能用铁铲，用了一阵子的涂层会掉。只有妈妈的富士炒锅呢，这是钛合金铸造的，它本身它是没有涂层的啊，你可以用铁铲，甚至于用过一阵子之后呢，铲子会磨损了，锅没事啊，因为它硬度很高，你只要锅面保持干净了，它是永远不会粘锅的。所以这个使用年限很长，而且还有更大的一个功能是，美国炉头的火力很小，这个钛合金的铸造锅呢，它聚热的功能很好，所以小火可以达到大火的效果，所以你炒起菜来得心应手，感觉绝对跟你原来用的锅是不一样的。妈妈乐富士炒锅，炒起菜来得心应手，绝对是妈妈们的好帮手，尺寸齐全，是圣诞佳节的最佳选择。妈妈乐公司全体同仁祝福大家幸福快乐，希望妈妈乐的产品可以带给每一个人身体健康，家庭平安。过年将到，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拜年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详情请洽妈妈乐抽油烟机公司 1-800-635-7888 来洽询。